接下来我们就是来了解哈所谓的外道。当然这里面先了解解脱。这解脱意味解放，只由烦恼束缚中解放而超脱迷苦之境地。以能超度迷之世界，故又称度脱。以得解脱，故称得脱。其实解脱就是你内心心中再也没有一点束缚压力任何情绪，这样比较容易了解。那你是不是就是死人？不是，是活人全在死人中。好，意思是说你真正是称性的活，你真的称性，称佛性，自由自在的活。然后这里面它不是情绪的，而是一种平静，平静啊，常乐我净，平静的喜悦，这样子。广义言之，摆脱世俗任何束缚，于宗教精神上感到自由，均可用以称之。其实我们宗教的体悟啊，现在了解一下解脱跟宗教的境界，其实要厘清，否则修行很容易着魔。任何开始修行的人一定会进入宗教的体悟。这宗教的体悟有的是经论上面有写的啊，比如清安，那比如会有一种突然之间对于很多事情看法的不同，比如你本来对于某些拥有关系法的在意，当你从宗教的讯息之见里面慢慢的去思索到这个关系是刹那的，这个拥有只是一种精神相状，所以以存在的执着。所以当你知道自己有我执法执，我相人相，当你在慢慢体会这些时候，你突然之间好像对于每一种跟自己关系的解释会有所改变。那那个刹那之间，你会觉得自己无所谓了，不在乎了，这上面也不会计较了。譬如你可能一二十年前因为某种关系而分离的情人，或是离异的夫妻关系，或是某一种极大的事业上面的事件，会让你耿耿于怀。但你在修行里面难免或许很频繁的会产生类似解脱，其实不是哦，要弄明白，那个就是你从错误的我执、粗的烦恼相、粗的我执法执里面，然后慢慢从知见建立到体悟，体悟而剥落掉自己生命的这些放在心中、意识中的这些挂碍。当这些挂碍每一次丢掉一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好轻松。可是隔一阵子之后，你可能那一件事件跟那个层面的东西淡化，那另外更深层的东西的束缚感又回来了。你可能放不下的是自己生命存活的形态了，或者说你已经不再记忆着比较强烈的爱恨情仇，可是对于自己活着的世界的安然跟这个、家眷的关系，或是自己在家族里面被存在的尊重，或是在学佛的团体里面被认定被师长所认定、同参道友所认定的这种归属的东西，又动荡了你的心，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无根了，或是说好像被排挤，或是好像不被认定，像这些又出来了，跟前面个人的爱恨情仇不一样，这属关系法。当这些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又会去找佛法里面的某一个知见来洗涤它，洗涤到它，洗涤到自己的众生相、寿者相，刚刚是我相人相，
现在开始会去修行到众生相跟受者相，一个时间点跟一个对于大众存续自己的定位存在的认知这一点。当你又修行了众生相受者相又看破了的时候，你又觉得好轻松啊，那你这个时候又好像类似束缚中解脱出来。因为如果我们照字面解释，这个解脱就是从所有的烦恼束缚中解脱，就是解放出来，这个好像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其实要认证，要真的分辨自己是不是解脱，这个是过程，这就是学佛的好处，这就是你法身慧命里面波若杂质，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清净的。那这块杂质就是你本来剥掉外壳，现在剥掉粘着剂，这样子意思啊。那慢慢的还要一层一层，要来如何真正看到自己内心呢？不再有这些烦恼束缚，那就有很多的危机的时候去检核。比如你物质界上、环境上面、存活上面都有受到某种威胁，但是也是一种危机，因为人是有智能的，能了别。但有这些危机跟这些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你也不在乎，你能够接受。说不在乎比较不好解释，你能够接受所有的变化，那你的心是稳定的，你能稳定的。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再粘不上去，知道意思？什么东西再也不会粘上去，这样才能够知道是解脱。但这个解脱的状态是从我们修行众生有杂染污垢的情形走过来的时候叫解脱，它跟佛在解脱之后产生的解脱之见，真正产生我们法身慧命里面的智慧德相，就是我们的般若智慧现前，中间还有时间，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要起修智慧了。前面是不是只是在剥掉杂质？那等于你摩尼宝珠本来不是摩尼宝珠，本来是几粒脱完了，这样知道意思啊？好，然后开始的修行，当你要碰到解脱的时候，刚刚讲的一重一重剥，就像上面的一块泥巴丢了，然后在这个上面的粘着剂不再有了，每个一直剥剥剥剥剥到解脱的状态之下，就是这些粘着的东西没有。然后再修行，再修行。现在这个药师如来他帮助众生解脱，是不是解脱外界的东西？那我们修行是解脱之后正得解脱之见，也就是这块摩尼宝珠上面这个卡都没去了，然后开始发光。发光的过程，光慢慢发出来，是不是就是菩萨得智啊？法门无量啊，那这个时候度众生实质的实质哦，而不是空的幻想哦，那这个实质慢慢慢慢出来，就等于光芒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到一切具足圆满，这样叫成佛。所以这里是用这样的解释来帮助同学了解，我们在宗教的修行里面会有一个层次上的自由感觉。会有一个过程的境界，那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共高我慢，就不能骄慢。如果你不了解而以为第一次碰到那种很清安什么的以为的感觉，就以为自己在修行正量上面或什么上有所改变，有所获得，那这样要懂得修正，原来路途遥远。但是你毕竟是碰到第一块脱落那个外壳，你毕竟已经学佛有发生它极大的实质作用，所以佛法是绝对可修可证的，只要你真的使用它就会有答案。这一点是跟大家肯定再肯定。如果佛法只是世尊个人在说他的生命经验，那么不会留存到现在。
因为那是他个人故事啊。那今天他所披露出来的所有的一切的实相，那我们可修的办法一一列举的这么清楚，一定是有人实质受到利益，而实质所谓证悟的内容跟世尊是吻合的，所以才会持续不断的开眼，让众生有更明确的路线可遵循而去学习，佛法才会流传到现在。所以他的办法会因为众生的根器，他的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像这种八万四千法门呢，总归而说大家都是为了成佛，总归而说都是要处理自己的这些，但过程的发生跟需要的那个办法，要尊重于所有众生的不同，尊重于每个人他需要使用的办法，这样你才能够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存在而不自由。这里的外道我们了解一下啊，所谓外道指佛教以外之一切宗教，与儒家所谓异端一语相当。梵语之原意系指神圣而应受尊敬之隐遁者，初为佛教称其他教派之语，亦为正说者、苦行者，对此而自称内道，称佛教经典为内典，称佛教以外之经典为外典。这里很清楚哈，其实世尊他并没有鄙夷外道，当时所谓的外道是说跟我所说的这种契入的办法，我所教导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世尊对于教导弟子的这个办法，经典的开始，他用如是我闻来做区隔，区隔跟其他的这学说不同。那你循着这样的这个线路线，这个经典的指导，就能够证得如世尊成佛这样开发的完整，所以得到了大众的认定，所以继续依这样来，这个经论为他的指导原则，这样来走。那区隔之外不一样的路线叫外典，这样的意思。那到后世见附加意见邪说之意，外道遂成为污蔑排斥之贬称，亦为真理以外之邪法者。这个是后人啊，你都不是跟我讲过的，其实这都是地主在搞的问题。其实佛是不会这样啦，像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哦，什么菩萨什么菩萨，好多菩萨是不是来共参与法会？在佛教当时佛陀所教的这个伦理学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啊。今天什么菩萨带了多少菩萨，谁哪个菩萨为首为上座嘛，又带了多少菩萨，然后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那什么什么众生喜见色身菩萨，什么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好多菩萨共同都在佛的座下听经闻法。其实这个佛教是有伦理学的，那每个人都彼此赞叹跟学习对方的不同优点。那所以佛在教导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那后人呢都会框起来自己认为才对的，才相应于自己的这块，这认为是对，与这个办法不一样就叫外道。后人是加了鄙夷之意。那有人呢他学佛也是多年了，多年偶尔心神不宁嘛，也遭受惊，你听不？你把听过吗？你受惊嘛，你可以用念大悲咒心经来自己增强自己的信心也行啊，对不对？可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功德力没有信心啊，然后认为菩萨不住家里，所以跑到其他地方去受惊。人就是他心中怕。他就怕，他心中不怕，他可以不怕。佛法里面就是这样，你要怕，你就一直怕到底；你要不怕，你就有一天可以翻过来不怕。啊，
你说啊，明明都爱惊，假神都未惊，好像假装不出来，假装不出来。其实你没有从心里，你没有从心里去产生内心的力量，你没有自己去产生出来，所以你都永远在惊啦。世尊的经典都是要叫你产生无限的这种威猛的功德力，那你内心啊不惊不惧啊，没有恐怖害怕，你在学佛才会成就啊。那你做什么事才能有那个勇气？可是这不是鲁莽哦，先讲哦，不是鲁莽。所以我们要纠正我们那种外道的想法，那纠正我们那种恐怖附会的心啊。像我们修行这么多年这么久，我们一定会处理过自己的冤亲债主嘛，我们也一定会处理过自己所谓眷属里面的人的死亡，尤其出家人怎么可能没有这方面 的这个机会去接触。好，这些里面有没有？有。可是不要害怕，不要被这些外道的邪说这些恐惧了。其实如果有鬼他有这个需求，或是跟你其实不同道啊，他跟你有接触或是怎么样，他都是一种需求的状态，他都在一种他需要佛法，他需要道理，他需要帮助的状态，并不一定是呈现那种厉鬼啊要你命的状态。诸经论中将各种外道大别为两大类，一为外外道，一为内外道。外外道泛指佛教以外之各种教法学派，与广义之外道同义，也就是思想做法修行的办法不一样，理论不同，它的教义不同。内外道则指附于佛法或佛教内之妄执一见者，或不如法修行者。那所谓的邪思邪想啊，你虽然名为佛教，但是说实在你一直妄执，那你也没有如法在修行。要告诉同学是，你如果只是在形式上的神神鬼鬼，有求暂时的短暂给你的帮助回答安抚你的心，成佛久远了，成佛是久远的。你既没有道理，你没有内心产生的道理，善根也不尽然懂得如何转为无漏善，你也没有办法从内心里真的如的智慧现前，因为你没有真正进入我们法身慧命的东西。但是毕竟一句佛号还是让你的生命有了第一个源头，第一个种子。所以这里在讲到外道的时候，就是要告诉同学，修行里面我们不用管别人，不用管别人他是外道是内道，也不用管别人他修行怎么样，你先要整理好你自己，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要正确，这是比较重要。好，这里里面讲啊，这个外道不会控制你，那如果堕到种种的恶见仇林，所以如果你有外道的思想，是不是永远都是在攀援嘛，都在想象，都在要求啊，就在求啊。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从内心里产生真正的力量啊，产生真正的那种勇气。那这个是冤枉路，讲的是冤枉路。那这个冤枉路会让你生生世世都还是停顿在所谓的业报篇、恐惧篇嘛，啊，就讲运道无好，这些其实不过是因缘果报而已啊。要把它归类成全部都是运道啊，无在神啊，下起来安好咱，这个其实是愚痴的、无知的。我们应该有清净的正见。这个正见的意思哈，当然就是不偏差哈，前面有讲过介绍过，不偏差
然后能够毕竟成佛。这里面啊，整理过啊，来翻到32页的名相啊，恶见就是不正见嘛，邪恶的见解，违背佛教真理之见解。那这正见呢，它相对出来，如实了知世间跟出世间的因果。刚刚是不是都不知道？那现在都知道，其实是因果啊。我们过去生过去世的造作，结构了它的因，而现在呢，缘现前了，然后慢慢会结构出它的果。世间出世间都是一样的。审虑诸法性相等之有漏无漏慧，称为正见。也就是你对于诸法有漏呢，世间的万法有为的东西，你知道啊，这是意识变现。那如果说无漏的慧的话，那就知道这个法性啊，这空的智慧，毕竟涅槃的这些正见。如果能了解的话，即远离或有或无之邪见，而采取持平正中之见解，如远离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境取见等无不正见之见解，皆属正见。故广泛言之，凡为佛教所认可之道理，皆属正见。同学，这样很简单嘛？啊，我们是不是会有身见？身见其实就是对这个四大自己身体的爱恋。这个身见啊，你没有修啊，没有慢慢去对峙，去看到自己的执着，还不知道自己真的很执着。那你要慢慢修，对我相、人相这个上面呢，对人的存在、它的样子，那自己的四大以为是真，这个都要有正确的知见，要多闻。了解之后才知道看淡它，要不然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啦。那这个身见呢，再来边见，就是有无两边，邪见都不正确的嘛，见取见，有的这个佛法里面呢，很多人都会有自己以为的以为啊，那自己的我执我见，不管你是体悟上的也好，知见上的差异也好，都会坚持再坚持。所以现在会有那么多的党派，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修行，只有这一条是可以的，其他都错。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偏差的执着。其实每一种办法都有适应它的人，每一个办法都值得赞叹，它都不是唯一的，它都不是唯一，都要很多很多的融合跟很多的变化而去处理它。借镜取见呢，就是所谓错误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有一些外道啊，他就禅修的时候，哎，看到天界或是色界或无色界或是到哪里的世界，哦，看到里面有狗啊、牛啊，哦，都变成仙人了、天仙了，入了天界。于是他从这个禅定功夫、禅定之中出定之后，就说：“哎呀，我们要好好修行啊！你看这个狗啊、牛啊都能够升天呢、啊，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狗的思想啊，或是牛的行为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种错误的借镜取见，就是不正确的戒律。然后持守的时候也有一些偏差的自以为，最后搞得其实四不像啦，齁。这些都是都是五不正见。广泛言之啊，只要佛法所说认可的道理，皆属正见，不在文字上，而是在你真实的体会，真实能改变你的这个知见。正见可分为两类，一叫有漏正见，就是世俗的正见，即与意识相应之有漏善慧，系有漏有取者，故转向善去，招未来可喜所欲之果。有漏正见就是我们像我们世间啊，世间讲啊，咱人都爱好心啊，帮助人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实就是在讲因果嘛。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好，阿伯你儿子就没事了。
是不是？啊，那有的还有一些世俗的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我们要忠于国家，孝顺父母。那忠于国家以后你就不会流离失所啊，比如孝顺父母嘛，这个来生来世啊，自然啊，此生此世儿女也会孝顺于你，身教嘛，这个都是叫有漏善慧。我们本来就应该忠于国家，本来就应该孝顺父母啊，哪有因为某种条件而必须这样做，对不对？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个提升呢？所以呢，因为有漏，所以你会取，你会认知它，那没有错，你做好做善以后有可喜所欲之果，但是还在六道中啊。所以正见里面的无漏正见讲的出世间的正见，尽无生智所不设之意识相应的善慧，如八种无漏忍，有学八智，无学正见等。意思是什么？可以毕竟成佛，得证解脱，而且他所说出来的这些可以检核你的般若智慧，也就是自己般若智慧的内容，这个就是无漏的正见。那我们听经闻法，其实只要能说得出来的办法，从你摄受耳根摄受的语言文字开始，都是叫有漏的。只有你靠着这个办法，这在我们开堂药师经的时候就讲过，你靠着这个有漏的办法慢慢修而体悟，而证得清净的佛性，才转为无漏。所以语言文字，文字般若是方便进入实修观照般若，在最后实相般若。当你实相般若状态，就是安住于这个清净无漏正见当中，意思是这样。那这个药师佛的第九大愿哦，他讲啊，都是要帮助众生慢慢的懂得自己如何修习，然后成就。所以菩萨的修行啊，就是四摄六度嘛。四摄，菩萨没有这四摄，不可能靠近众生的啦，也不可能度化一个众生。四摄法呢，就是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布施不是只有物质上的布施，其实物质上的布施，当时世尊的说法是居士做的啦。出家人没有物质上的布施，出家人只有法布施，只有法布施。所以如果出家人有物质上的布施，那一定是人家供养。本来当时世尊是哪四事供养呢？衣服、饮食、卧具跟医药。衣服的话我们就三衣一钵嘛，是不是简单？你不用把你到洋中啊玩礼服都拿出来，那不好啦，你也不用拿很多布来，因为这个布啊过几天你没有做的时候就要舍掉了，它本来就是有规定的嘛。所以最早世尊在讲僧团的运作，每个修行人啊三衣一钵，衣服这么明白了。饮食，饮食是当日托钵，日中一餐啊，他这个也没有隔天隔餐隔夜的食物，也没有啊，所以你不可能过量啊。古早无冰箱啊，嘛无迄个像现在啊滚水啊热水冲了就变现还原的食物啊，所以你别啃啦，免啃啦，也不可能保留嘛。所以衣服饮食是不是两样很清楚啦？卧具，你安怎睏哦，嘛是一床而已嘛。那你一床的话，也是一被一床啊，该用的这样子而已嘛。难道要给你布施，给你米皮啊？一间你一天睏，一天睏一天不同款呢？不可能啊！衣服、饮食、卧具，还有医药，以后敢就留起来睏？等后摆破病，敢袂歹？古早不是像今嘛，够有完呢？有完也有保存期限呐、啊，是不是？所以当时的修行是不是来的简单直接，你不会库存那么多嘛，不用想象嘛，还有什么好保留的，一波千家饭啊，你的厨房是挂在别人家里的、啊、那是这个檀月的那种这种赤诚的供养，所谓真正的供养的福田，并不是你有为的心啊，
而是你真实的修为。所以啊，如果要修行的话，要还原，要尽量回归到这个过去世尊所说的标准原则。但我们现在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那现在这个出家人也能做布施法，为什么？因为多啦，是不是多？出家人除了法布施，现在物质多不多？多啊！现在哪个师父，哪个诸山大德啊，大家是嘛，最好的水果拿去供养啊，最好的人参拿去供养啊，对不对？他会不会哦？你供养来我弄家人了嘛？丢戏，都嘛是常住啊，是不是？是不是都这样子？所以过去的布施其实是居士，在家居士在做物质上的布施，出家人是法供养、法布施，他没有财施。那现在才有啊，过多了嘛，那大家一起享用。爱语啊，菩萨在靠近众生的时候要使用慈悲的语言，众生能够听进去的话，这样子才能够摄受众生，总是要有第一个接触点嘛。力行的话，帮助众生他所有在修持啊，所有的一切行为当中，那你能够用佛法的办法靠近来帮助他继续走下去。同事的话是一种内心的能够感同身受，能够与他一起在某种情境、某种状态之中有那个平等，让他能够接受的这个讯息，而开始再来度化他。那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另外还要加上慈悲喜舍。菩萨自己如果没有慈是走不下去的，没有悲是不可能你会有所谓方便善巧出来。看到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总是自然有法喜，最重要还能舍无量心啊。所以希望啊，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希望让众生能够渐令修习，是不是要修习菩萨行？就是四摄、六度、四无量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慢慢就安全了，因为你自己会去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与佛就无关了。同学，我们修行啊，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三宝度我们嘛？是不是？那之后呢？是不是自己要好好休息？这休息的定义是速速熏习之意，急于诸行法反复实践，速速熏习，以其达到成佛之目的。佛教之修行，以时间上哦，跟他的修行的内容上，第一长时修，要长时间修行啊。第二叫无间修，不修不止的修行，就是你每一个起心动念你都有办法修，你都真的会修。第三要恭敬修，以虔诚恭敬心来修行。这个虔诚恭敬心不是恭敬三宝而已啊，你也要恭敬众生的佛性啊，对不对？总不可能说我修行就是为着要讨压力，没这个道理，是不是？要恭敬众生嘛，要菩萨的修习上求下化。第四无余修，完全不缺乏，也就是完整。如果我们能够完整的修啊，你慢慢开始学习，有没有常识？哎，要常识啊，读一部经也要把这部经读进去吧，修行一个法门也要把这个法门的精髓用进去了才能获证呢。所以常识修、无间修、恭敬修跟无余修，那铁定会成佛的。好，那今天给同学介绍这个转邪归正愿。